大家好，欢迎各位同学今天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商业谈判第二个讲次的内容。我们这个讲次的主题呢，还是在谈商业谈判的意义。不过今天特别要谈的是，谈判者他的认知的冲突跟一些不正确的一些谈判的一些认知啊，还有怎么样建立正确的谈判观念啊。我们今天节目现场呢，一样非常荣幸邀请到志军老师来我们节目现场跟同学做一些实务上的补充跟说明。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这个节目。那我今天一样会为各位带来一些有趣的商业谈判的案例，好让各位可以更生动的理解谈判的意义跟认知。好，谢谢志军老师。我们今天的讲次呢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是谈判者应该要有的正确的观念，那第二个呢，要反向来探讨，谈判者本身他的认知的偏见啊，那是指这个谈判者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啊。我们这个讲次的学习目标呢有以下五点啊。第一点呢是建立学习谈判时的正确的看法、正确的观念。第二个呢是在谈判过程当中应该有的正确的观念。第三个是我们要跟同学来厘清冲突的迷思啊。第四点我们探讨在冲突当中合作的可能。第五个目标呢是要了解什么叫做竞争式不理性的认知偏见。好，首先呢我们来跟同学介绍那在谈判过程当中谈判者应该建立的一些我们讲正确的一些观念啊。很多人对谈判有一些错误的认知，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先给同学来介绍哪些是我们在谈判场合当中应该有的比较正确、比较正面的一些认知跟态度啊。第一点是我们要了解谈判呢不一定要以达成协议当作唯一的目标啊。如果谈判过程当中透过相互的了解、相互的沟通，然后即使我们这次谈判未能够得到协议，也许我们下一次会有帮助我们下一次谈判更容易达成协议。所以每一次的谈判呢不一定要把有没有达成协议当作来判断谈判是否成功的唯一的一个依据啊。第二个是谈判桌上面呢没有铁律或者所谓的不二价啊，我想谈判者要保持适度的弹性。第三点，这个了解呢不等于同意，我们英文叫做 understanding，跟所谓的 agreement 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特别是在很多跨国谈判场合当中常常遇到这个情况。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日本在谈判桌上面呢经常说 hi， 那西方人都以为 hi 就是 yes， 其实日本人的 hi 它的意义就是说我知道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你说什么啊，那我是不是答应你我还在思考，所以他们会讲 hi。 但是这个知道跟了解跟同意呢当中是有相当的差距。好，第四个正确的观念是我们不能够在谈判桌上面呢太过于想要保持和睦的人际关系哈，所以就因为这样就当一个烂好人，哇，这是不正确的。那第五个呢是恶人不一定当道，就谈判桌上面不见得要咄咄逼人，不见得要到处都要用很高的姿态。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谈判场合最后呢是看起来比较声势比较弱的那一方最后反而赢得了这场谈判，所以呢恶人不一定在谈判桌上呢始终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最后呢是第六点是主动的沉默也是一种谈判的方式，谈判者不应该太过急躁的想要在短时之内达成协议啊。所以谈判我们有句成语叫做谈判沉默是金，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适度的保持沉默，那沉默是为了要给自己更多的思考空间跟决策的这个时间，所以沉默呢也是一种谈判的一种方式。最后一个正确的认知是
我们要非常小心，什么都答应的谈判的对手。当你碰到一个对手，他你不管提出什么协议，他很快就答应，或者他非常容易让步，那我们要小心，这也许其中有诈。好，接下来我们再请教资君老师，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有很多跨国的这个合作，好比像鸿海跟这个夏普，他们在2012年开始啊，一直到2013年，一直到我们现在节目播出的时候，他还在这个谈判。那这可不可以跟同学来分享这个个案？这个您谈到这个书里面有谈到这个红下链的这个谈判哈，那我印象很深刻。您刚刚谈到就是说了解不等于同意哈，您说日本人说嗨。那我先补充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另外一个插曲的案例，就是说，比如说像陆客团到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最喜欢买什么？翠玉白菜嘛，哈。那你知道吗？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说，台湾人到故宫最喜欢买什么？最喜欢买那个朕知道了。的那个便利贴啊，也就是说，我知以前皇帝写奏折啊，比如说志峰老师你写给我，我是皇帝，我就说好知道了，我就批三个字知道了。那同样的，对中国人来说，知道了并不代表我同意啊，其实是这个意思。那我觉得在这个红下链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当时事实上在2012年的春天，鸿海跟这个夏普双方事实上都签了投资协议，那。协议也不代表就是代表双方就一定是会有完美的结局，这个就是商业谈判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那我觉得在这一年当中，那到底双方到底各犯了哪些错误呢？那我觉得郭台铭董事长的一些谈判模式上所展现的行为，我觉得非常适合这一堂课来说明，就是说不是很恰当的一个谈判的模式或者认知了。我觉得很多媒体都观察到，就是说郭董事长他犯的几个错误，就是说第一个，日本人是一个很低调的民族，那郭董事长的经营风格在台湾一向是很强烈、很强势。那我觉得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说，这个在谈判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他带着我们的卸任的副总统萧万长先生呢，一大堆工商团体呢跟媒体呢，一起要到日本去进行谈判啊，可是对日本的认知来说，这是一个闭门会议。对，可是对郭台铭先生来说，他却认为好像是一个剪彩的会议，那使得双方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情感的冲突。我自己个人观察认为，其实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当然，实务上来说，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是来自于说，日本人事实上是财务危机，他需要现金的挹注。那可是呢，郭董事长呢，他投资了9.9%的这个夏普的股权呢，他却希望取得更大的经营的主导权。虽然媒体都认为说他希望规划庞体啊，希望能够更大主导权，但是我倒是认为说，以郭先生的谈判模式，他一向是强势要求，最后再逐步妥协。所以我觉得他要求的应该不是说全盘去主导夏普，他应该只是说希望可能比如说一席董事啊，希望取得更多的技术的能力啊 ，know how 各方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一定是谈判不顺利，使得双方触礁。那我觉得其实原本这个谈判是有可能和平落幕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文化的冲突，跟这个强势的展现的郭董事长展现的这个强势的谈判的哲学呢，刚好跟日本人的低调啊，一个比较官僚的团体的决策模式，是触及到他的敏感神经线，使得最后日本转而去寻求三星啊的资金的挹注，那获得了3%的股权之后呢，他的财务难关过去了，那么呢这一场这个商业谈判呢，就感觉就变成是歹戏拖棚，没完没了了。那当然后续如何，就看双方的一个智慧是不是还有这个挽回的余地啊。对对对，这个案件的话还传出韩国三星也要介入，就让这个案例呢更加具有这个可看性。不过我想这个刚刚志军老师提到的这个台湾人哈或者中国人一向是爱好面子，郭先生也许觉得带着这个前副总统去呢是一种给对方面子的一种表现啊，可是对方是个日本的这个大和民族，他是个性比较低调，觉得这是双方的事情，我们不需要这么样大张旗鼓，又不是要签约，我们还在协商的过程，所以文化上也有一些差距，再来谈判策略上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做法，导致这个案子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行。好，我们这个节目呢到这个地方先暂时休息一下。好，接着我们来跟同学探讨另外一个主题，是有关冲突的迷思。我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为了要解决冲突啊，但是我们对于冲突呢，又有时候谈判者常常会有一些迷思哈，就是不正确的一个观念。通常我们会有三个迷思。
第一个呢是我们会认为这个谈判双方哦，你跟我所追求的目标呢完全不相容，所以呢，我们没有机会同时达到你的目标跟达成我的目标，所以呢，我跟你的目标是完全的冲突，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在刚刚很多实务的探讨，我们也发现，共创双赢其实才是商业谈判最高的一个境界。第二个冲突的迷思呢，是认为，有你就没有我的单一点的冲突，啊，这个跟第一个谈到的目标完全不相容的这个迷思也是有相当程度的关联。谈判者常常会认为说，如果这场谈判是我赢呢，那必定是你输；如果是我输呢，那就是被你赢走了。所以呢，我跟你的这个目标呢，既然没有办法达成，那所以最后只不是你赢就是我赢。那这是一个我们讲对冲突的另外一个迷思，就是忽略了创造双赢的可能性。第三个冲突的迷思呢是只求自利，不在乎对方的感受。就是说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只想着我要获取最大的利益，而不肯给对方利益。就我们讲常最近有个热门的关键字就是让利，我不愿意让利给你。好，那请教资俊老师的是，在我们国内呢，我记得有一家公司叫做群联电子，是一家非常成功的这个 USB driver 的公司。那他怎么样去创造双赢的这个过程？对，这个事实上，这个群联电子的董事长潘建成先生啊，非常年轻啊，他也是6年级生哈，他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侨。那我自己也曾经面对面采访过他，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商业运用商业谈判去壮大自己的公司，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典范呢。实际上，这家公司实际上是5个交大年轻人所创设，在2000年的时候，那这5个交大年轻人呢，他们是全世界第一个设计出 USB drive， 就是所谓的随身碟，我们称为大拇哥的这个运用工具的东西。那大家可能觉得说，这不是很普遍吗？实际上，这个普遍的起点就是这家群联电子这家公司的创业团队所发明的。那这种东西实际上它是一种程式，它写在一个叫做快闪记忆体好的东西上面。那这个快闪记忆体的这种技术呢，实际上在1990年代啊，它是被运用在所谓的电话打录机，好，那也是运用在比如说数位相机的这个储存的这个功能上面。那因为它没有办法很便利的成为消费者所使用的东西，所以它的这个普及性没有那么强。它一直是到2001年，群联电子呢研发出这个 USB driver。然后就是说所谓的随身碟之后呢，才使得快闪记忆体完全的普及化。那你想想看嘛，那实际上呢，真正的这个快闪记忆体的发明者是谁呢？那根据我这个访谈，这个潘董事长他告诉我，其实是日本的东芝电子托西巴。所以托西巴才是这一个快闪记忆体的技术的原生者。结果呢，对日本方来说，突然台湾有5个年轻人用我的东西，又延伸出新的运用的东西，那对我这个日本大厂来说，我需要把这几个小毛头踩下去呢，还是说消灭掉它，还是说我要跟他合作？以日本大厂来说，我干嘛跟你小兄弟合作呢？那我觉得群联电子很聪明的是，他知道说，USB 这个 driver 的技术是从这个快闪记忆体上面延伸出来的运用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人供货给他快闪记忆体的话，他自己所发明出来这个东西也无法生产制造出来。所以呢，他就很聪明的说，那我必须与其成为竞争对手，我不如把日本的大厂成为我的合作伙伴。所以呢，他在创立之初就很快的带着一卡皮箱跑去找日本的老板，带着诚意啊去说请求日本东芝入股这家公司。那日本东芝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入股你呢？第一个是创业者的诚意，那第二个是这家公司确实拥有创新运用的专利跟 know how， 所以他觉得说，与其竞争不如合作，所以这两家呢，后来东芝日本投机法就增资了投资了这家公司。那群联电子呢，因为取得了有了一个富爸爸的加持嘛，所以他不但是让竞争对手潜在的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而且呢，他比其他的同业，后来当然有很多同业都加入这个阵营嘛，他比其他的同业更容易取得快闪记忆体，就有点像是说我 IC 设计公司，我必须有晶圆片，没有晶圆片我就没有办法生产出我的 IC 晶片一样。所以 USB 的 driver 这个东西必须在快闪记忆体上面供货货源稳定上才能够
有一个高效能跟规模的产出嘛，所以当他有这个富爸爸之后，不但第一个资金的保护，第二个同时又能够得到一个供货的一个稳定，所以他就透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成功的透过商业谈判去让潜在对手变成是一个紧密的合作伙伴，不仅是资金往来上合作，而且是供货货源上往来的这个的成功，同时最重要的是彼此上下游整合在一起，把这个市场普及化，使得USB driver 变成是一个人人都会用的一种商品，那投信也赚到了，群联电子也赚到了，那消费者也赚到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业模式，对，把整个市场做大，然后创造不只是双赢，而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对，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这个产业，然后我想这个是有关冲突的正确观念哈，或者反过来讲，冲突的迷失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冲突当中怎么样创造合作的可能性呢？我们从以下几点来说明。第一个呢，我们在冲突当中呢，找到彼此冲突的目标呢，是不是真的互不相容呢？我们要考虑到的是，第一个真的是只有输跟赢两种结局吗？难道没有第三种双赢啊，或更好的一个可能性吗？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是，如果双方能够转换一些目标，是不是有助于达成协议呢？啊，适度的转换目标啊，可能这个未来协议就容易达成。第三个是彼此的利益呢，是不是越分散越好？那这一点呢，也是可以考量的。第二点呢，我们要考量的是，那彼此的冲突呢，是不是能够加以切割？如果双方的目标真的是不相容，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相容的部分跟不相容的部分呢来做一个适当的切割，能够仍然保留合作的意愿，那这是一个当然是最好的结果。再来是我们看目标能不能够扩充，能不能够分割这也是一个我们让冲突顺利的化解的一个模式。那第三个是如果双方的这个冲突的项目呢很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冲突的项目呢能不能够加以扩充啊，比如说能够增加一些共同的目标出来啊，在如果冲突的目标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双方是不是可以找到更新的啊另外的这个目标相容的目标，把这个相容的目标呢加以扩充。好，接着呢我们再请教志军老师有关这个冲突透过目标的扩充或者目标的分割等等，国内能不能找到类似的这个例子？您谈到这个，我倒想到我采访过一家叫做元泰科技哈，元泰科技实际上是制造这个电子阅读器，所谓的电子纸啊，因为我们台湾人比较喜欢用平板电脑，比较少用，可是像外国人他们在读这个电子书啊，好像亚马逊卖的最好的一个电子书的产品，事实上就是元泰科技制造的。那电子书事实上是一种荧幕，它上面就是黑白两种显色，所以它很跟真的纸张很像，那这个技术呢，实际上叫做 e-ink， 这个技术实际上是必须取得 e-ink 的专利授权。e-ink 是一家电子墨水公司，是它这个黑白的显色、清晰的显示是属于 e-ink 这个研究团队的一个专利。所以像元泰科技在制作这个电子纸的时候呢，必须要取得它的授权。可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因为美国有次贷的风暴，所以这家公司后来必须要卖掉。那元泰科技呢，就很快的取得先机，因为它过去都是必须取得它授权才可以制造这个电子的这个阅读器嘛。现在它终于可以往上游发展，想要诟病它。那当然对美国人来说就会有一个冲突啊，因为他觉得说哈，我的下游厂商要来诟病我，情感上会有冲突，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还能够保留我原来的创新能力呢？这是第二个冲突。那我觉得元泰科技很聪明，他用的就是说我合并之后呢，元泰科技现在你打开他的电子网站，他是 e-ink 元泰科技，所以他把他品牌保留着。然后第二个，他完全承诺让 e-ink 的研究团队维持原有的生态，而且可以得到更大的经费去support 他的研发的团能力，使得对方的感觉到冲突的目标呢，感觉到被保留下来，感觉不是那么冲突，那就使得后来这个合并案就很顺利，那也使得元泰科技它成了目前台湾的一个世界最大的一个电子纸的从专利一直到生产制造能力都有的一个上下游整合商。好，谢谢志军老师的补充，那我们这个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
啊，刚刚王老师提到，元泰科技跟 E-Ink 这家公司在合并过程当中的一些谈判，那他们在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冲突是不容易解决的部分？是，我觉得商业谈判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虽然大方向上这个元泰科技它从一个下游商想要购并这个上游厂商呢，它在大框架上释出的就是保留品牌给对方，然后呢保留这个研发的这个空间，甚至是更大的空间给这家公司呢。那虽然双方都有这个默契的，但是我觉得所谓的谈判有趣性，就是说过程当中总是会有惊奇的变数啊，哈。那我觉得要回过头去解释说，为什么 E-Ink 这一家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黑白的电子纸的显示能力的这个技术，它为什么要卖掉呢？其实这应该归因到2007到2008的美国次贷风暴啊，因为美国有这个金融风暴，使得呢原来的创投的股东投资这个 E-Ink 这个研究团队的股东，他想要拿回现金啊，所以呢。然后他觉得说，哇，金融风暴发生了，看起来要透过上市柜在美国挂牌取得现金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那实际上创投是很现实的，比如说你看这个雷曼兄弟都会倒掉，好，也就是说这些投资银行也是会有现金的需求。所以当他有现金需求的时候，他才释出这个释股的要求。那元泰科技呢，也是利用这个时机，在2008年的秋天呢，开始跟元泰啊，跟 E-Ink 这个美国的这个研发团队呢，取得这个开始谈判。可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说2008年的10月9秋天呢，是金融风暴最刚发生的时候。可是呢，这个金融风暴很有趣，它不到半年，股市景气就开始大幅的谷底反弹上来。所以大概是在2009年的春夏之交，台股也好，美股也好，都有一个蛮强烈的一个反弹的行情。所以这个时候呢，可是元泰科技跟 E-Ink 的谈判没有结束，那越谈下去，E-Ink 就觉得说，那我干嘛廉价出售呢？卖太低我应该回去挂牌就好了。所以元泰科技这时候呢的老板们去谈判的这个代表们就开始想出一个办法，说啊，既然对方要的是钱，那我能不能透过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去化解这个冲突呢？那元泰科技实际上也是在台湾的一家上柜公司，也就是说它股票是有挂牌的，所以他就拿出一个方案去说服 E-Ink 的股东说，好，我们也许可以用股价来作为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拿到多少钱的一个筹码。也就是说，我不是给你一个现金，我是一半给你现金，另外一半是给你元泰科技的股票，因为两家公司会合并嘛。那么呢，我给你的股票就是说，好看我元泰科技合并了你 E-Ink 之后呢，台湾方面的投资人对元泰科技的这个股价的反应如何？如果高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就给你更多的股票；如果再更高，再分阶段试股。那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合并案的投资人、投资市场的反应良好的话，被消灭对方的原始的股东，他可以拿到更多的股更权多，跟现金走人啊，因为他可以从证券市场拿到更多的资金。那这个方案呢，就成功的解决了这个矛盾冲突。那果然元泰科技呢，成功的购并案也让股价翻涨了上倍。那所以使得美国这个团队呢，也拿到现金，然后呢，研发人员呢，又能够留在实验室里面呢，继续保有他研发的这个创新的空间，那就使得双方皆大满意。我觉得这是这一个案例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商业谈判的从冲突到 圆满解决的一个过程。好，这是一个，我想在很值得我们在学习商业谈判当做一个案例的探讨。接着呢，一个主题，我们跟同学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竞争是不理性的认知的偏见。我想这些认知偏见也是我们在谈判过程当中要留意的哈。那很多是所谓偏见，就是不是很正确的观念，我们要留意的部分。第一个呢是所谓的非理性的升高自我的承诺。那这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谈判者呢很容易在谈判过程当中呢陷入那种过度承诺的。比如说我们在谈判，有些谈判者很喜欢这个拍胸脯保证，就是我所谓越陷越深，投入越多，最后变成一种不可自拔的状态，这个是要避免的。第二个是固定大饼的迷失，这个我们前面其实讲了很多次，就是谈判双方呢不能认为我们的饼是固定的，而没有去想怎么样把这个饼做大。第三个是先入为主的效应，就是还没进行谈判，就有一个预设立场。那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认知的偏见，不正确的观念。再来是一个，双方要避免陷入所谓谈判的框架。好比我们现在常在对于
现在主导两岸谈判的一些部会呢，都常常有一些建议，甚至一些批评，都认为我们太过于陷入这个所谓谈判的框架啊，比如说这个中国大陆始终用一中的框架把我两岸谈判的框住，那我们台湾要怎么样走出这个一中的魔咒、一中的框架，避免陷入这个谈判框架，是我们谈判当局要努力去做的。再来是谈判者呢，有时候会过于相信简单的资讯啊，我们都知道。资讯如果太容易取得，就代表这个资讯没有价值，因为你知道，别人一定也知道。所以，我们谈判者要如果太容易取得的资讯，太过简单的资讯，恐怕不是一个好的资讯。第六个呢是，特别是在所谓的这个招标或者是投标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一种叫做赢者的隐忧，啊，就或者叫赢者的诅咒。它意思是什么呢？说你如果在一场这个投标当中，你是最高价，得标的这个厂商呢，那可能，某个程度代表你出价太高了，所以有时候赢者呢，有时候不要高兴得太早，你要想说我赢得是不是很惨烈，啊，如果赢得很惨烈呢，那还不如不赢。那最后一个，认知的偏见是过度自信。我想谈判者啊，特别像我们特别有些业界成功的人士呢，他其实也常常会谈判失败，他常常会陷入那种过度自信的这种认知的偏见。好，接着我们再请教资俊老师是，那国内有没有你们指出一个例子是陷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认知偏见的实际的个案？我觉得你刚刚提到就是过度自信跟这个相信简易的资讯，我就想到一个就是说啊，国内曾经有一个很知名的手机品牌叫做 BenQ 啊。我们现在年轻的一辈都会想到说，哎，国内知名的手机不是宏达电吗 ？HTC 吗？可实际上，在2005年之前，其实有一个蛮有名的本土的品牌叫做 BenQ 手机哈。那时候大家还没有智慧型手机。那我觉得2005年的时候呢，这个 BenQ 这家公司明基啊，明基电通啊，他忽然宣布说，他诟病了德国西门子的手机，哈。那西门子是一个比较世界知名的品牌，可是实际上它在手机的位阶上没有当时的 Nokia 那么高阶，它算是二线品牌。当然，可是跟 BenQ 属于台湾知名，可是全球来说可能是三四线以下的品牌来说，BenQ 去诟病德国的西门子具有一个就是说快速取得一个世界品牌的一个策略的目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这个BenQ 呢的老板是李坤耀先生嘛哈，那他看上的是这个德国的西门子在拉丁美洲市场有很大的行销通路的优势，所以他觉得诟病这个西门子呢，他可以这个发展他的全球的行销的网络。这是这两大的简易的资讯呢，让他误判了形势，所以呢啊，刚好德国的西门子的这个手机啊，因为财务的困境，他亏损，他想要找人卖掉，那 BenQ 就入主了。陆主说，他才发现说，第一个财务烧钱的速度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快，还要大，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不了解德国人做事的速度很慢，对啊，那台湾人做事很快啊，所以这就是文化上的决策速度上的冲突。然后第三个，他不了解说德国的工会很强啊，所以你没有办法透过 cost down 裁减人力来降低支出，所以这三大因素就导致双方冲突很大。短短一年之内呢，竟然就让 BenQ 呢烧掉了350亿的台币，所以直到一年后宣布这个诟病案失败之后呢，连 BenQ 这个品牌也消失了。也就是说，一个错误的诟病谈判呢，导致了整个公司的产品就全军覆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著名的误判形势、过度自信跟的一个著名的案例。对，好，谢谢志军老师。还有这个，我想在这个个案，我们在课堂上有关在讲企业并购呢，也常常以 BenQ 跟 Siemens 算是一个失败的这个反面教材。那除了刚刚志军老师提到的很多，包括误判形势，包括过度相信简单的资讯，哦，还有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啊，前期的作业呢没有把该收集到的资讯都收集好。另外就是对于德国的文化跟法律啊的这个认知的这个差异、错误的认知，我想这个都是原因。好，今天谢谢志军老师的在现场的补充，那也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